这是什么呀？赵小六，一看你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。这是干蒸牛蛙，可好吃了。师爷，我这个……啊，你那可是大补，小心点。哦，大补，大补，快点尝尝。眼珠子，师爷吓人了。李大王，这是牛眼睛、猪眼睛、鱼眼睛加起来的汤羹。我去了好几家屠夫家找来的，我还放了板蓝根一起炖煮，清肝明目。你不是眼神不好吗？以形补形，吃哪儿补哪儿。师爷，我眼睛好了，我脑子有点不太好，啊，我晕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有惊喜。来，你那个，哎，我这个鸡蛋羹看着还挺正常的哈。这个蛋羹可是从唐大人这里来的灵感哦。怎么，唐大人那个银鱼蛋羹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，但是呢，食材有点寒酸。你说，所以啊，我今天就用猪脑花代替了鸡蛋。猪脑花吃哪补哪，那你不得喝多点啊？你是不是也想吃啊？太油腻，不用了。你不是受了风寒吗？补补。不用。我觉得我现在还行啊，恢复的还可以，气色特别好。不成，那风寒都是藏在内里的，一定要发透出来才行。大家猜一猜，我在大人的菜里放了什么呀？这哪猜得到？猜不到吧？什么呀？蝎子。哎，那个小六啊，我记得你不是也落水着凉了吗？来，我把这个滋补的机会让给你了。这是给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跟我客气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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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我就让他试一下。我喝我喝。来来来来，安静，我喝。你们今天要是不吃，我就每天给你们做到你们吃为止。吃，给我吃，给我吃，哎，我尝尝。